那啥，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上厕所遇到最尴尬的事情是不是？你们已经猜到我说的是什么尴尬的问题了吧？别告诉我你们没有遇见过啊！没错啊，就是我们上厕所拉便便的时候，这个它往里溅水啊，特别是那种有洁癖的人，那简直就是要抓狂，非常的难受。那么呢，实不相瞒啊，我也尝试过两种压水花的方法，比如说第一种马桶垫纸法。那么这个呢，很显然是可以压得住水花的，但是它只能压得住第一次进攻，那么第二次进攻，它就压不住了。而且我们又不能进攻一次垫一张纸吧？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靠边进攻的方法，虽然说这个方法可以有效的压住水花，但是不好冲啊，非常难冲，所以说这个方法也是不行的。而且如果你要是拉稀，想象一下。